影帝梁朝伟15号出席香港电影导演会周年晚宴暨年度颁奖典礼，以金手指获颁最佳男主角奖。梁朝伟一现身就是目光焦点，许多明星都争相跟他合照。不过社恐的他与新时代香港人气男团 Pixel 合照时，只见他抿着嘴，紧握双手，整个人看起来相当不自在，露出一脸尴尬的表情。网友们也笑说，真的把社恐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梁朝伟真的很哀。我通常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可以角色转换很快，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就变成很E，然后离开工作就变成很I。梁朝伟在上班的时候，真的肉眼可见是I。